明日天分好种天气，现在东江中南可好天气。也今年呢，东都会降温，人口越来越多，地方人士就受骗呢，都市化为促成本地的客家文化流失到东江。故所就发现，好种客家人的发通，对西礼拜的客家发通，用朗读、展览、面试、演讲同舞蹈，也得有各台主题。特礼拜六就会办客庄天恩法通，同时也希望会欣赏台湾客庄乡亲来从事客家文化。主持人一先不好意思，大家就围到桌个面前，一桌都给那些人呢，那个一桌就都给种牛温水，大家应讲应笑应做，同台湾客庄客家人给客家美食做来做准备。本来个阿样来讲，本来人讲啊，祭拜嘞，祭拜嘞，就是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活动啦。希望我们政府多推广这种活动。当翻译啊，也做很多客家美食的传承。法通发起人也是地方民意代表的庄家勇表示，佮感觉后庄天气发展当家，新的居民不断办落来，为了每半日后庄天气的客家文化流失，故说结合蔡天然提供市民共用的场地来举办客家嘅法通，对天这礼拜来托客花、客家文物展览，多听一张礼拜客家美食，后上两张礼拜还有客家音乐歌舞表演。安尼审美，安尼客家音乐，想来推动客家事务，尤其讲。我喺咩参与公众事务，才张开始学讲客家话，当到客家话，安尼就唔记得跌脱咧，唔可以讲。所以讲，我就想讲，安尼啲下要喺民意代表，加啲得时间有冇，做一啲事情咯，带动地方嘅事务啦。庄家强调，冇用任何嘅公家资源，单纯系民间发起，希望来做民意代表嘅设计，做得带头出钱出力，咩落去示范作用，本行开动人家嘅，强下来本后庄乡亲，望望客家文化，客家新闻总之面，没有你报道。